嗨，各位班好，我 J， 我是 Jess。 我们现在在成都火车北站，那我们现在准备要进市区啦。那等一下看一下，今天天气好像不太好，好像下雨，哭哭。等一下要先找个地方先待一下，然后订个饭店，就这样。地铁在哪里？啊，民盟。地铁站在哪里呀？这边，前面100米。啊、哦，谢谢。左手，谢谢。旅游到我们这儿订嘛，帅哥。哦，我们已经有了，订了。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搭那个火车北站的那个地铁，到那个文殊院。我们今天打算绕脚文殊院。对，那我们先搭地铁过去啦。等一下找个素食店坐一下，然后订饭店。对啊，成都北站在这边。出发。下雨天，下雨天天气都灰蒙蒙的。对啊，灰蒙蒙的，而且这边烟味好重哦，不舒服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啊。A warm house, friends, a towel down.